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Amber Chia 谢丽萍。那在行动管制期间，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保持健康，保持卫生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四阶段的这个 MCO， 我希望呢一切呢会慢慢的好起来。那在这里呢 ，Amber 想要呼吁大家呢，就是加入我们的这个 Berani Bersama 的这个活动，就是帮助我们 Mercy Malaysia 呢达到呢这个4050万令吉的这个 COVID-19 大流行基金的这个目标。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到 Berani Bersama MY 的 Facebook， 或者呢直接到这个 www.launchgood.com/BeraniBersamaMY 呢进行你的这个捐款，让我们尽力为马来西亚 Kita Berani Bersama。